晴朗，夜的第七章，打字机继续推荐，渐渐实施了那下一行，是难言抖的雾，飘向枯萎的树，沉默的对我哭诉，贝壳街旁的圆形广场，放假真是悲伤，鸢尾花的灰掌，微凉，无人马车声响，深夜的拜访，是落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，学校的开场，小时的手抢，焦黑的手掌，融化的蜡像，谁不在场，珠宝向上，富豪的家乡，矛盾通往他堆积的思想，证据被完美埋葬，那场上舒克兰经常的嘴角上扬，不要泄露世事只能穿上，没有脚印的土壤，突兀的细微画像，可以鲜艳的服装，每个人为不同的理由戴着面具说谎，冬季也只有一种名字，那叫做欲望。越过人性的沼泽，谁真的可以不被弄脏，我们可以遗忘流浪，但必须知道真相，被移动过的铁窗，那最后一图终于闭上。我听见脚步声音绕的软皮鞋跟，他推开门，晚风黄冷，没有的一阵大字机顶在凶手的名称，我转身，西米斯的夜空开始沸腾，在胸口绽放眼里的死亡，我品尝着最后一口甜美的真相，微笑回响着一只是安静的手掌，提琴在跳舞时